第一次，算是第一次，嗯，因为每一次都来台湾好匆忙，嗯，匆匆的来，匆匆的走，嗯，所以就没有时间来这么漂亮的、舒服的一个地方。最近一次，开单车是年头，我自己一个人单人游在日本，哦，对，在那个自摩那个地方就好好舒服，然后我住的那个酒店有可以给我租那个单车，对，所以就很开心。暌违六年，终于出了国语专辑，耶，yeah! ！谢谢，谢谢。为什么会让大家等那么久啊？对自己的要求，嗯，很高啊，也对这个专辑就希望可以比较厘清自己的想法，嗯，然后也希望在每一首歌，嗯，就是深入自己的内心，嗯，那一块，嗯，可以在歌曲分享之外，嗯，也是一种生活的分享，嗯，你累吗？还好吧，我就很慢，我走很慢，平时我就是这样子的。听说你在香港很会滑水哦。对，你收到风了。对，收风了。你看那些有人在滑水，已经有人在滑水了。你要想下水吗？我要下水吗？要换衣服吗？先不要。刚才我看到你在那边边走边在说，你有一致吗？你平常都是这样在训练自己的体力跟？就看我的发型师换是高度，每次不一样。很伤心。下水的时候你会这样子，你会通常看水性吗？哇，好帅哦！我其实啊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啊，嗯，怎么说是训练自己的平衡。我每一次都是隔很久才玩一次，嗯，所以可能对上一次哦玩得不错，嗯，那下一次已经忘记了那种在水上，嗯，水上面的平衡，嗯，所以就觉得很浪费。因为在香港玩好贵啊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所以，啊，等一下就赶紧下去玩啦，啊！不要后面的录影不要录了，取消都没关系，取消。真的要把所有的人都拉进来。那你会怎么样宣泄自己的这种压力？我觉得自己承受的能力比较。抗压性比较高，对，抗压性比较高。如果真的是顶不顺了，嗯，可能会哭一场吧。只可惜今天天气不好啦。不是，我觉得天气不好反而会没有那么容易晒黑。我们刚才还在玩，Never！ 你要小心，我们真的好害怕。玩滑水，嗯，是因为有点觉得跟工作不一样不，没有关系，嗯，所以就完全不一样的环境就会让自己轻松，嗯，我们可能5点钟起来，嗯，就玩2-3个小时，嗯，然后就继续工作，嗯，所以睡很久的。如果要玩这个游戏，宣泄压力，或者对 relax 一下，放开一下工作上面的包袱。那你想学着开船吗？下次就，嗯，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学吗？可以学吗？可以，好。油门在哪里？油门在这里。这是油门，然后呢，uh-huh. 现在是锁定在空档的位置。嗯，那如果要前进的话，它这个就是要先拉起来。哦，OK。对，它才可以前进到进车的位置，进档的位置。对，那因为油门呢，其实它蛮敏感的，所以像我们所以不能太大力。对，你不能很大力，它就会冲出去。对，再冲也没问题，因为前面都没有其他的船。对，没有其他的船。OK。好。哇呼！控制好方向，我说油门很敏感，所以它会很快，慢慢的加上去。好玩吗 ？OK， 好玩，反正有点害怕。Ruby 不用害怕。好，对，经纪人很害怕。经纪人好，我快一点哦。好。
慢慢的推，慢慢的推，推油门。好，那快一点点，往前。我害怕。不要太用力啊，慢慢的加，用你的手指头的力量就好了。对，加一 点。为什么他推不前呢？可以一点点，因为你太紧张了。我好害怕。我这样子。很好，不是我来的。好浪漫哦！哇，我看不到远方啊，那个船头很高哎。对，它到一个速度就会变。啊啊！小心！哇哇，好 crazy， 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慢来。这个速度，这个速度就一般正常的速度就可以。哎，我是看到前面了。可以看得到了。看得到了。对，它转弯也是一样道理。对。我要慢慢来，蛮好的，不要急着开快的。慢一点点。好害怕。我好像是往那边方向，我是不是要快要撞了？第一次开船已经有四个人命在我手上，觉得也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，对，我自己不羁。有浪吗？有浪吗？小心吗？没有。我怎么开的？你那边很快。但是是好玩的，对不对？好玩，好玩。会很紧张吗？我箱子都箱子都没了。会甩尾吗？不可以啦！我不晓得，因为抓好你要甩尾，我可以甩给你们。你甩吧，来甩。好害怕。